最近我用1000蚊去炒股，一个月赚咗10万。唔通你随手都犀利，炒股咁犀利喎，简直系广东股神巴菲特啊！佢乱咁推荐人买股，俾人打跛咗只脚赔噶。哎呦我的妈！ 你别动！我叫你不要动啊！对不起，是我心动了。喂，你心动不心动？我心动。总之，限量版通过我留低，OK？ Come on！ 奇怪，佢大白天唔去收工，今日跑嚟跳舞。你睇佢副表情，出得咁开心、咁投入，肯定有问题。系咯，就系呢个女人。睇佢清纯可爱嘅气质，好可能就系我老公喜欢嗰类型。想当年，我都系边个老公迷人嘅舞姿迷住噶。唔使问啦，佢哋两个一定有经管，每日用跳舞嘅借口。喺呢度幽会，正啲啦，以后你就同呢个女过啦。喂，我哋学呢只舞系准备挑战奥运冠军啊！ 打开手机淘宝首页，直接摇一摇，参与天猫二月季，一分钟挑战奥运冠军，即可参加赢4,989红包活动啊！系啊，点啊？你咁啊？嚟啊嚟啊嚟啊！咁一齐跳啊！老婆，我储够零用钱啦，我想玩个游戏机啊！冇问题，先够20000蚊。20000？ 你买游戏机加机，你计你20000。买翻嚟之后，你嘅打机唔做家务，我日日做一年嘅你老婆。本来你打机时间可以用嚟学习增值自己，我期待你得多嘅钱，你哋一年至少赚咗300000。仲有，你一打机就会唔理我，一理我就会嬲我，系嘢，一年至少赚多300000。我收你20000，加埋我哋啦。唔买。